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极夜生存。今天又给大家带来这个挖矿啊。我决定我今天要去挖矿啊，因为我发现我现在除了挖矿啊，好没有什么事情做了。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下去挖矿吧。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我上次挖的那些地方。我还觉得这光影的那个灯太暗了，然后我调一下。RC6 好的。然后我们下去吧。好的，我记得我这里开了几个岔道，那里应该是这个地方，我看一下啊，我有点不记得了。这光好奇葩哦，对，是这个地方。然后哎，是吗？貌似不是这个地方，对，不是这个地方，往另一个方向走。这光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应该是这个方向，对，往这儿走。哇，这光为什么？这光这么诡异啊！肯定光影出问题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应该是。不是这里，那有一个很大的矿洞，然后里面也没有多少怪。在哪里？在上。好的，对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有岩浆。那应该往另一个方向走。这里吧，对，这里没有岩浆。然后，这里有些红石。我怎么掉岩浆里？我怎么掉岩浆里？不要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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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有水？我没有水，我没有带水，我没有带水，我没有带水。应该不会死，这样应该不会死。不，还有三滴血。不。不会这么快就神作了吧？好吧，那如果不，这我不相信。好吧，那我们神作了，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吧，再见。